大家好，这里是中韩古艺，今天给大家出一期快速去皮教程。首先两边各一刀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要切到手。然后横三刀，大家看看这三刀是切在什么位置。然后就是我们把这个大指骨掰掉，两边切一下，去筋，向后使劲把这个皮脱下来，然后再侧面的皮，这样就把全部皮都脱下来了。然后我们就开始处理细节的小碎肉，细节碎肉比较无聊，就给大家快进了，大家拿小钳子就自己就可以做。这个就比较关键了，一定要留一圈这个角质蛋白，因为它干了之后不仅像琥珀一样漂亮，还能起到保护鸡灯子的作用。处理成这样就可以拿去阴干两天了。这个就是打磨抛光后的效果，自己做是不是也特别有成就感？